天下彻底乱了。我相熟的诗人中，贺知章、王昌龄都去世了，活着的李白。李白，那时正当我大唐开元盛世。在下李白，高士。以诗为教，夜来风雨声，我朝人人喜事，花落知多少，何其之有。黄鹤一去不复返，白云千载空悠悠。总有一日，我要写出一篇压倒古今诗人的诗来。我要直去长安，天子门口。好气概，高三十五，你心中的一团锦绣终有脱口而出的一日。人生憾事多吗？你我身当如此盛世，当为大鹏跨马，千金裘，呼儿将出换美酒，与尔同销万古愁。只要诗在，长安就会在。